包两根短啊，都包陈叔啊。来，兄弟，再来两根。走吧，别吃太多，这水啥味不吃了。我那菊叶菇，皮里菇，一会儿你装上。我说大家好，我是菊叶菇。铁锅烧油，哎，可不当啥肉，放入食材。我不能说说我没有那么多钱。我不能说我没有那么多钱。我不能说我没有那么多钱。我不能因为如咱料子都放在身上，所以放在骨头上。不是，原来放在个牛骨上，都原来加味道了。咱主要用如咱料啊。这只要带点都卤，我好蘸。因为咱如咱放理解不行，理解。老是欠上。能不能？够了。两位，啊，两位，两位，咱坐这没事。你差不多坐坐这料子。